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跟自己都有缘分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流转多长时间？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太长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然后你再晓得，这遇佛多困难，真的是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得人生闻佛法，大幸呐、啊！没有比这更幸运的。你有解脱的机会了，啊，机会就是在这一刹那当中，这一刹那就我们一生当中，一生就是一刹那，啊，你抓住了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你去不了，还要搞轮回，还不知道要搞多久，非常非常恐怖，非常非常可怕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么这就是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听经闻法，还有每一个诸佛世界里头，我们曾经住过，都有有缘人，有缘人他们还没成就，还在六道打转，去帮助他们。去教导他们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，真正做得到啊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到极乐世界干这个事情啊！除这个事情，没有别的事情好干啊！众生。无论沦落在哪一道，你都看得到，你都晓得。啊，过去我跟他什么关系？现在缘成熟了，我又遇到他了，我应该怎样帮助他？怎样救他脱离苦海？所以六道轮回叫救尽苦，帮助人离苦。不能帮助他出离六道，那就是你帮的不究竟。一定要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叫究竟帮助啊！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究竟落啊，永远离苦了。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？这部经师尊多次宣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时代所遭遇到的苦难，史无前例？那中国历史、外国历史，找不到像今天这样的混乱，没有过啊。还是我们自己过去有善根，感得下莲居出现，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，感其黄念祖老居士的出现，这都不是凡人，都是佛菩萨才来的，为我们汇集注解。啊，又遇到了海贤老和尚，92年念这一句佛号，真的念佛三昧，得礼业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，
大彻大悟给我们做证明啊。世尊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全遇到了，这是多么幸运。这个幸运，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人数不同，幸运当中的幸运人，啊，只要能把握住，我们这一生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啊，那这个是地球上的灾难，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，我们心里头如如不动。啊，遇到了欢喜承受，知道欢喜承受就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能有恐怖，啊，不能害怕，不能贪生怕死。啊，我们要有这个心，念念求生净土，什么样方式走都好。啊，只要念诵阿弥陀佛来接我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记在心头上。啊，也就是这个法门，古人讲叫不回向法门。为什么？它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念念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念。啊，这个回向几句我们念下去，向者去向，回转自身所修功德，而去向于所期，为之回向。华严大疏钞第23卷里面有说啊，回者转也，向者去也，转自万恨，去向三处，故名回向。啊，这三处什么地方呢？为众生菩提及实际。啊，回向这三处。啊，不回向升官发财。啊，不回向将来做天王做人王，才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往生论注下卷也说得好，回向者，回积功德，普施众生，共建阿弥陀如来，生安乐国。啊，世界愿中回向二字，这意思，回向的意思。所以回向，一定要知道。念佛人就一个愿望，念念求生极乐世界。就对了。啊，绝不要去贪图世间的，那就又去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世间事我要断，善可以随缘，随缘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为什么？放在心上将来生三善道，不放在心上就不会生三善道，就出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不但人间富贵要放下，在心中完全消除掉，天上的富贵啊，天人之乐也要放下，没有丝毫贪念啊，一心只想到极乐世界，
只想亲近阿弥陀佛就对了。这个心要坚固啊，时时刻刻考验自己啊，考验自己说这佛号是不是一句一句接住念，不能把佛号丢掉，不能把佛号忘掉，开始常常丢掉，常常忘记，不要紧，不要害怕，想起来赶快接住啊，将来功夫深了，念成习惯了，自然就不会中断了啊，总得要两三年，别着急啊，现在这个地球上不安定，要努力，也不要害怕啊，我们念念求生净土，怕什么，念念依靠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保护者，啊，回向终极的目标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